开会，开会。老夫人，这个会还要开到什么时候呢？今天不妨江边村新主任的人选推荐出来，谁也不要想偏激。老书记，那你今天还看戏呢？哦，我也不看。哎呀，这个山城世上有宋氏动物们才不容易哎。你们说的今天夜里是什么事啊？林雪林，是哪个主意的？林雪林。小妹晓得是戏剧表演，她大戏都快毕业了。哎，小妹啊，不但爱唱戏，她想来还想当明星呢。哎呀，清明啊，你的小妹倒是一清二楚，了如指掌啊！哎，快点快点！哎，丁老婆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家清明还不要你过？不好了，我有没有说她坏话？坏话也不要你夸。哎，就是叫你夸。好好好。你们这两个老冤家又吵起来了。不是坐下坐下。田正是个人推荐送了男女。哎，老书记，嗯，你党政大权一把抓，书记做了一群条，不是蛮好的吗？蛮好的呀。哎，我六十多岁人已老，望着人这副点子，一脸的皱。明天再说。不行啊，现在开大会接招门太难，先开会后开戏，板上钉钉子。好，那就抓紧时间。不过我推荐说哎，我在话，你这是诚信动物的财路啊！一把萝卜干，好吃，看风水，东京西单，
经有一颗心中最基层的领导干部，不能开玩笑，所以我郑重推荐。哪个？我这样话啊？刘婆啊，刘婆，我虽年也当不了陈主任。哪三有啊？有文化知识，好，有作业水平，对，爱民勤俭，那你没有呢？爱民勤俭，我说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了。哪个？清明。这么不行啊？我看就行。我说，哎。你们看，清明，千金保姆，衣甲不匀，阿姐穿件，双手还过千。哎呦，这不是甘露寺招亲的牛逼吗？哎呦，那双手过千嘛，那是大幸。不行不行，清明不能当村主任。清明有文化水平，我只有高中毕业，又没考上大学。清明有作业计划，我只会种葡萄。种葡萄，说什么种一技术家？我还会种葡萄呢，老爷是种一技术人才，国学的真是的。哎，聪明，我问你，你热爱我们江边村？我呀，你看，嗨呀，聪明哎，你还是先爱个姑娘吧，到现在还不得个对象呢。公车
西凉，哎，你们在西凉。
情吗？小明，清明，老同志要你回来当村主任，你答应了？我就去找你。老同志跟你怎么说的？他说大学生村过三年为止，那我先回来试一试。对呀，三年后你不当了，我还可以再回去唱戏嘛。你不当，你肯定不当，清明。你做什么人呀？你打什么官家？你名字小，名放弃。原生红台家银铃铛，当村官多气，大家给家当村官。下边下边干的来在青龙村，小妹，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比我强，现在看来呀，你还不如我呢。清明，你不高考了吧？把回心意，丈夫花生面做鸡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哎，清明，事情这样，那这个村姑，你为什么不当啊？我种种葡萄关系，当村姑。再说，二婶也不希望我当。你大事小事，还听你二婶的？我父母一直在外打工，是二婶把我拉去打的。喂，哎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清明，你把我的仓设置成手指铃声。这么多年，你的仓一直伴随着我，度过了许多光天，许多黑夜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想什么？想你回来当大学生村姑。清明，回来当村姑，我心里真的没有底。这样吧，你先给我出出主意吧。我也没什么主意，不过我有个想法。来，什么想法？你说。你看吧，我们这里的土壤很适合种葡萄。现在呀，好多人家都种了，而且经济效益还不错。我在想，我们这里要是能像蒋兴镇这样形成规模，那该多好啊！形成规模。
秀爷就更加行踪。哎哎，大片的葡萄园还可以带动，人人想知。就是的，青梅，假如我真的回来当村官，你会不会支持我啊？我不支持你，支持哪一个？我要是不支持你，我就不叫青梅。不叫青梅，叫什么？我叫青蛙。啊，叫青蛙呀！哎。我有件大事要跟你说呢。什么大事？哦，县里要组织文艺会议，庄上很多人都想参加呢。我早就晓得嘞。偶像啊。你想干什么？偶像啊。我想我们两个人再合作一把，演出当年的拿手戏《红灯区》。你做梦啊！你一红灯区，我还没被你气够嘞！哎，不听话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二婶，小明，大嫂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？哦，我有件大事想找不说话，好好讲。是该好好谈谈。大嫂、二婶，我听说你们年轻的时候。这是那要好的嘛？是啊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哎呦喂，真是哦！你们现在都是电视老人啊，更应该互相出差事啊。对呀、啊，要不赢就是破坏和谐。邓老婆，当小妹的面把话说清楚，想当初到底是谁破坏了和谐呢？哦，当初怪我。
当初怪我。阿三，当初怎么回事啊？小妹呀、啊，当年我们村立红灯记，我爷二奶奶，他也进山，他向我要命的嘛。哎，小妹，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爷把你看看好。别哭啊！大爷，挂得挂得啊！老人家你好啊！是秋山先生，不敢，秋山，秋山。女和讲，他有样东西交给你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爹妈。你爹妈。就是一本书。你奶奶就从家里找了一本旧黄历给他。秋山先生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大黄历。对。下面的事啊，应该是我带回去研究研究。哎呦喂，没想到他偷偷妈妈在日面上了一张休字条呗。老人家，你把它拿去研究研究。怎么叫我研究研究？我一天弄他了，打开一看，哎呦喂，他在上面写了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啊？我喜欢你，老舅，你看我忘了，开始了忘了是，还有口东北女子，高反派，冲上台，一家财务是跪在地，戴上了高帽子，加倍坐飞机，这名字破坏干命。他说经过晚上赏云点步就
王家昌、李家栋、王奶奶打回一只大父母。不是的，我晓得了，是左家母主下一屋，亲家公爷把母子土，丁老婆又去相亲罗寡妇。不要污蔑娘家妇女，不，娘家男人。知道我上去以后啊，我心中啊真有点不得时间跟你谈这些事。哎，开不开会，我非是先做完了官呗。以后开会彩蛋，结束之后抽一根，有比年登天朝天长的飞，落一坨，就进来抽一头天干部开会，走走。我们家衣服是老村庄，为什么要全部拆迁呢？拆了，拆迁，这是为了走城乡一体化的路子，全村人聚拢居住，扩大农田面积，乡边村就可以开建规模化、高效的种植。哎，这个寡的，当我拆一里路，哎，就能拆房子。哎，你说哪个支持的？不支持。要是土地连成片，葡萄园还可以再扩十亩、20亩。哎呦，清明乡大大地主啊！不要天然发财眼红。那我们村100多户人家往哪边住啊？听小秘书。乡政府规划，我们江边村和邻近10个村一起附近农民新城。城？城在哪里啊？你们来看，在这里。哎呦，我看不见耶。我也看不到哎。老和尚，哎，你是男子汉，哎，你懂啊？啊，不懂，门上我望不得看。嗯，我先一个要去祖君，我先走你呀，去看风水。好，来啊！走啊嘞，走啊嘞。乔振成啊，张长成，哎呀妈，是，哎呦，我说的，真，我的肚子上，喂，哎呀，阿生大叔，我在开会，你们，我们庄上来习惯听别个，别不了，别不了，那你们都听说我们江边村要整治工程了？听到了，不过没听清楚。不懂不懂。那好，既然大家都来了，我就再说一遍给你们听听。等等，小梅啊，你最好唱，你唱的是好听。是的，寡的不唱，我不唱。哎，我们呀，不听都不听。那我就不谦虚了。谦虚使人发胖。
小妹。